又在我身边，怎么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只有温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爱惜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心。可爱的毕业生，掌声欢迎。Thank you.
人行走太安稳，尊长称呼不可忘。求学虚心又恭敬，一心专注无旁骛。声说百遍勤益性，熟能生巧勤补拙。童年先要学端正，举手投足依礼行。为报父母师长恩，立志立品做栋梁。读书好，读好书，喜爱读书，则腹有诗书气自华。每次的阅读都能开卷有益，从书中习得更多的生活智慧，并且成为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哦。接下来有我们的大班小朋友要一起高唱《读书好》。Thank you.
请文昌官点朱砂开智慧。点智慧常来找，再点福星永更照，三点好运来报道，再每一千里，四点强健体格好，祝福你带你一生里，愿你健康如意，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愿你快乐欢喜，祝福你带你一生里，愿你健康如意，春天百花为你开，夏天夕阳多光彩，秋天明月一点成才鲜火傲，冬天为你喝再点培德涵养高，点亲恩记得报，祝福你亲爱的朋友，请别把我忘怀，祝福你福星有高照，健康如意，三点好运来报道，在每一天里，愿你四点强健体格好，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愿你健康如意，春天百花为你开，夏天夕阳多光彩，秋四点施恩永不忘，成才心不傲，再点培德涵养高，三点亲恩记得报，四点施恩永不忘，亲爱的朋友。
点，福星永高照。三点，成才心不傲。四点，培德涵养高。祝福毕业生。学记得牢，三点万事跑不倒，最后祝福大家开心活到老。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愿你快乐欢喜。祝福你在你一生里。现在我们请在国小任教的大象班方珍妈妈为毕业生带来最真是的祝福，请掌声欢迎。园长、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那非常高兴呢，能够让园长邀请我来上台来说一说我们方珍这几年在哈佛幼儿园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今天能够站在台上呢，代表着我们家方珍今天要毕业。那各位大班的家长，你们能够坐在台下，也代表着你们辛苦了六年，你们的儿子女儿们也即将进入小学，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祝福这些小朋友。我们方珍呢，当初在决定让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我是身为老师的关系，我比较在意他会不会适应下一个阶段，所以我那时候让他参访了很多的幼儿园，没想到我们方珍呢就选择了哈佛幼儿园，这应该是一个难说的缘分。没错，我说的是我们方珍选择了哈佛幼儿园。我听过很多家长们说，哦，每次孩子呢去上幼儿园就是会哭，然后每次都跟爸爸妈妈上演生离死别这样。可是我们家方珍呢，不是哭着不要去上幼儿园，而是哭着要去上幼儿园，因为上幼儿园对他来讲是一个幼儿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可以跟他玩，所以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长大了，他的世界不再是那么小，只有我们爸爸妈妈了。他开始渴望朋友，他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所以呢，参访那么多所幼儿园之后，他就自己选择了哈佛幼儿园。我想要感谢的是，在幼幼班，他遇到了啾啾老师，因为他爱上了啾啾老师，所以呢，他爱上了上学。那我就可以比较放心的，不用每次都跟他上演每天早上的生离死别肥皂剧，我可以让他自己开开心心的就去学校上学。那我也比较少可以担心他。哎，很感谢在大班的时候，他遇到了 Alice 老师。让他改掉了一些生活上的小毛病，也让他学习怎么跟同学们正确的相处。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大象班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那当然其他班有都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那所以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他就是要学习怎么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我知道孩子们容易模仿孩子们的动作，但是他其实更容易模仿的是老师的行为、老师的言语，还有爸爸妈妈的行为、爸爸妈妈的言语。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们家方针能够在 Alice 老师的班级让他变得非常的乐天，非常的开朗，也很愿意去关怀班上比较特别的小孩哦。真的非常感谢 Alice 老师。讲到这里，我想要最后再讲几句话来祝福这些今年的毕业班小朋友，祝福你们能够平安、快乐、健康。未来的国小的世界呢，比较广泛，值得你们去探索。那未来国小呢，是义务教育，不是像现在幼儿园一样，可以你高兴就来读书，不高兴就不来读书。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在国小的生涯里能够学会为自己、为学习负责任的态度。小朋友呢，要学会独立自主，第一个行为态度就是要学会负责任。那我也会以这样子的教育方针来教育我们家方针。希望呢，孩子们，你们能够快乐，因为还国小的生涯里，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可能比哈佛幼儿园的老师还要多。那你们未来呢，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那国小的老师呢，不会在下课的时候陪在你身边，也不会呢，在你上厕所的时候随时维护在身一旁。所以呢，你会需要建构你的朋友群，建构你的人际关系。那我希望呢，跟朋友相处的你是快乐的，你才能够真心的、开心的爱上学。最后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开心的下午。谢谢大家，谢谢方针妈妈，我们宝贝要跟您献上花。他说：“妈妈你好勇敢哦。”他在旁边说：“我要把妈妈一起牵手，一起拥抱。”谢谢，谢谢对我们毕业生的祝福。哇，看到您在台上，他觉得好光荣。他说：“我要跟妈妈牵手，献花。”谢谢，谢谢我们方针妈妈给我们毕业班满满的祝福。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可爱的中班，中班纯真的歌声里，将唱着大象昂扬的鼻子，希望毕业生能高举希望，孔雀碧绿的辉煌，让人面向阳光。老鹰带领着我们飞向更高远的梦想，祝福毕业生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快乐天堂。
感恩礼。
光飞驰，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夜，那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会说声谢谢你，在生命中的每一天。请感恩三树礼，轻轻走出第一步。多少烦忧多少愁，再行感恩第二步。只要有您的陪伴，我会勇敢又坚强，最后跨出第三步。我以真诚的孝心伴您岁岁月月直到老，献毕业证书。拥抱，让我们一起爱的大合唱。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托付给你，在你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让我开开心心过好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让我开开心心过好的每一天，让我开开心心过好的每一天。谢谢海豚班的小朋友，感恩李弟。往后的每一段学习，无论成就到哪里，请记得背后有太多的付出与支持。当时时饮水思源，并怀着谦虚的学习精神。现在有请大象班的小朋友和家长，我们一起献感恩礼。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夜，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会说声谢谢你，在生命中的每一天。请感恩三步礼，轻轻走出第一步。真诚的孝心。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都放给你，在你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让我看看世界多好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都放给你，在你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让我看看星星多好的每一天，让我看看星星多好的每一天。谢谢我们大象班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感恩比比。宝贝献上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代表着成长与蜕变，并且在同一个时空下可以携手共享这份幸福的喜悦。凤凰花开，凤凰花开是离别的季节，更是感恩的时刻。当音乐响起，我们要唱出感恩。花开一朵朵，蝉儿唱起毕业歌，我要毕业了。谢谢老师。有一种坚持，不计辛劳，却永不放手。宝贝们，无论将来成为参天大树，或是低矮灌木，我们都以生命的绿意盎然，感恩谆谆教诲的师恩生一声声。
贝尔奖，我们张开翅膀勇敢飞翔，因为我们是大梦想家。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我们被小事打扰，为世事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强大主角准备准备有自信。
的奖状放前面，把我们的奖状放在胸前。我们都来自哈佛，也回归哈佛，也把哈佛的荣耀分享出去，散播在云林县斗六、五坑、赤崁各大学校。谢谢有你们回来当好榜样，我们颁发礼券份。
移动热身操的时候了。来，我有请我们的体能老师带着大家动一动，在这个炎炎夏日的午后，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来，我们掌声欢迎。还要尖叫声！好，那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018年最帅男星哦，歌声媲美周杰伦，长相媲美彭于晏，又有老师出场。哎，只有这边比较大声哎，这里的爸爸妈妈是睡着了吗？再一次欢迎又有老师出场。好，谢谢谢谢。好，我是哈佛幼儿园的体能老师。哦，有时候礼拜五来接小孩，都会看到我在那里很忙很忙，对不对？哦，小朋友都很喜欢上我的课，回去不知道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有吗？有哈、哦、啊，太谢谢太谢谢，这些孩子算是我教的蛮有成就感的啦哈、哦。好嘞，那幼老师出来呢，哦，就会让大家一起来动一动，好不好？好嘞，来点点头。来，等一下把你的左手伸出来喽。海草，海草，海草，小朋友水果要再一次。很好吗？你舞蹈再一次。脚脚点，前面后面，前面后面，快过哦！前面后面，前面后面，快过哦！开场，大声说。
点。好，来，我要来倒数十秒了，看看哪边成功了。我们左边的宝宝同学今天都没有拿到球哎。我们看一下，哎，这个是我们的老师们用心耕耘之后，哪里留下美好？想听听看啊、哦！来，谢谢，我们请林的妈妈，谢谢。师资跟环境，老师还蛮用心的，对小朋友还蛮体贴的，对，很棒。谢谢林的妈妈。哇，老师听得会非常的欣慰，谢谢你。哇，美丽的阿妈，他们是龙凤胎。哇，谢谢。大家好，阿婆给我的感觉是老师都很有效率，还有就是环境很好，环境很好的，很广阔，还有很小细节的地方都有注意到小朋友的心，所以很感谢。谢谢园长。哇，谢谢园长啊，谢谢您的肯定。我、哦、你们是哪一届的毕业生吗？哦，来，你喜欢阿婆哪里？还记得阿婆哪里好？老师的用心。哦，你是国小几年级了？国中二年级。哇，难怪这么的清秀。哇，国中二年级你还记得老师非常用心。哇。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来，再两位家长。我很感谢学校，然后我在这边培训多了三年，然后很感谢就是那个俊俊妈咪，然后她很用心，还有园长的那个教导指导，对，然后是把培训教的就是很，原本很皮啊，然后就是很，变得现在很乖巧，对，所以说非常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凯君妈妈的鼓励，谢谢你们的肯定，谢谢。非常谢谢 Joyce 老师，他很有爱心，然后我没有看到他发脾气，只是对小孩子很有耐心。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全校的小朋友都很有礼貌，因为我们小朋友刚小班来哈佛读书的时候，小朋友都不认识我，但是他们都会主动看到我，都会打招呼，对，都会叔叔好，很有礼貌。哎，有时候可能要拿抹布干嘛，他们都会主动帮我，对。爸爸，谢谢您。我们也有很多孩子的礼貌深深吸引了所有的家长，包括他们每天晨操进站三鞠躬。谢谢爸爸妈妈带我来上学，谢谢老师教我读书，谢谢小朋友我会像今天啊，光这三鞠躬感动多少家长，说不用参观的就是这所学校。很多的环节我们都希望借机把我们的下一代教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您说对不对？我们一起拍手叫